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所有的零用钱都花了。今天老爹要来练我们的长谷川。来，很多人说啊，老爹的防守能力太弱了。没问题，那么我们就开始练我们的长谷川，顺便训练我们的防守能力。好，来，升级，一键升级，进阶，再升级，我升不完的级。好，全满了，看一下羁绊，还要全开，放心交给我。那么老爹之后还想要练这个越野红鸣，成为胜利者，升级，再升级，还要用最高级的，不然全部都升一升好了。这场比赛这个也升一升好了。好，没问题。还有哪一只啊？角天好像也不错，升级。啊，没有了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之后再来升。然后长谷川交给我吧。天赋，我升，我再升，我还升，我升不完。解锁，再解锁。没问题，第一个100%来了，我们继续。好，不够，这个也不够。长谷川，没问题。还有靠腰，这边也有靠腰啊。好，我买向北也买。我再买，还有没问题？好，来，这样应该够了吧？好，疯狂解锁中。没问题，我们继续。老爹要开始练防守角色啦，我不再只是只会射三分的男人啦，各位观众啊。好，继续。继续解锁。又一个100%，没问题。中投命中很重要啊！啊，大招，主攻范围，技能能量值。没问题啊，升满了，再来，放心交给我吧。长谷川，
一定行。好，各位观众，那么我们第二阶段见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弟哦，刚刚看了半天，我决定把我的越野红名也练到满天赋。好来，越野红名哦，是一支非常灵活的三分射手啊，我们相当需要。来，既然老弟专打外线哦，那么我们把越野红名也练起来，没问题。你。奇怪，我刚刚点半天在点什么？哦，点到大招了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来，连续胯下，好像很强啊！我们的越野红名是不是非常的强悍啊？没问题，再来。哎呀呀，不够啦！越野红名12张不够，好，这样应该差不多了。来，继续升，越野红名就是你啦！好，没问题。最后一个100趴，差4个。好来，4张，然后。好，220个，没问题。疯狂升级，没问题啊，满天赋的越野红名来迎胜利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要成为胜利者。那么我们第二阶段见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爹现在就来试玩一场我们的。长谷川一致，来看看老弟的防守能力究竟如何。来呀，一木跳给我！哎呀，奇耻大辱！好，0-2。我是篮板王丁木花道，哎呀呀，0-4啊！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再来。受干扰没有进。0-6啦，靠腰啊！你这个混蛋，走着瞧。好，篮板我的，三级你再来，没问题。
样。三比六，干得好，三七，干得好。胜利。好，三比八。一定胜利。我们继续。怎么跑到三分线啊？靠腰啊！篮板球是我的。直接一个闪电吊投，五比八。哎呀，这个鱼柱！肉干咬还进呢、啊，这个流川呢、啊，没问题。好，八比十，已经追上了。八比四，爱什么心啊你啊！我是篮板王樱木花道。好，该进的。四比四，还有机会啊，各位观众。来个大火锅！胜利，我一定要胜利。四比十四，爱什么心啊你呀、啊！不到最后，绝不轻言放弃。啊，十四比十四了，已经追上了。漏接了，漏接了，活该！我的球没有一球是巧合的，没问题，只输两分哦，只输两分，三七，给三七，好，没关系，十六比十六，应该给三井啊，想办法给三井啊。你在搞笑啊你啊，废话，当然失误啦，我也看得出来啊。篮板球是我的。好嘞，我是篮板王丁。这一幕很会抢哎，靠腰被盖火锅了，被盖火锅了，气势大入。好，给一幕，赶快，你不是有大吗你啊？不要啊，给一幕啊！你又传回来干嘛？我是天才！啊！啊！救命啊！啊！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一个总裁两颗球啊！靠腰啊！你是什么总裁啊？放心交给我。太远了，靠腰。没问题，十六比十八，已经反超了。等着瞧。好，二十一比十八，已经逆转了，各位观众，完全没问题。我是天才。看到了吗？这个家伙，哎，
呀，好险，好险，好险！闪电跳投，23-20，赢定了，各位观众。放心，交给我。拿到了。好。26-20啊，有没有看到啊？随便玩玩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觉得我都乱玩的。你可别小看我了。好了，已经赢了，已经赢了。给我投啊，给我投啊。传球，传球啊。怎么样？26-20，完全没问题。你这个混蛋！哎呀呀，各位观众啊，我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啊。好了，那么老爹再来练练啊，却打得乱七八糟哦。那么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